旷世神药，不在患处，不出三日必有生效。司马君，你赶到苍龙镇去会长神的，掀起同门内讧，在司马俊身上打主意准没错。这种斩子威力，你又不是没领教过。罗烈，谁能得到要看本事了。刘勇，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展开一场夺宝生死斗。飞龙斩一定能脱得了。飞龙斩1月1日，天影经典频道首播。